这是没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阳。牛牛啊，已经47天了，我看看越那啥了，离这个临产的时候又近了。看那样，刚才我在那儿热鸡的时候，它在这一直冲着我叫。放出来，看看鸭，看看鸭，不行不行，走，先吃。坐。哎呀，这个家伙。你慢点儿。大家数了几个啊？这第三个了。还是不抬头的情况下，一个吞。抬头就在情况下都往嘴里进了好几个了，这是。哎呀，四个。一口一个。能不能慢点？呦。这是没了，我就热了一袋儿，他看见之后他就在那乱蹦乱跳，七个了，八个，里边还有几个，还有五个，十三个鸡，哎呦妈呀，能吃一下，他的肚子总体来说不小，你慢点儿呀，直接吞进去咽不下去，接着再吐出来。你嗓子眼真粗啊，哥！哎呀，还有四个了吧？不是三个，四个。刚才是五个。刚才是六个，你少查了个，那不是这不里边还有三个。反正13个鸡，还13个，14个，14个。哎呀，你吃完在外边拉一下啊！他吃的太快，你的意料呢？替他噎得慌了，气死我了！哎呦！行了没？还有一个呢，没了。哎呀，一看他这样吃饭，肯定老多人都在说我，你家狗多少天没吃东西了，吃东西这样吃啊？哎呀，实际每天就像这种母狗，一天两顿儿，也不少让他吃，但是有一样，你看看他看见鸡之后就这个状态，你也没办法。真香，这是真香。看这肚子，看这个，你跟那个虎妞当时怀孕的时候有没有一拼啊？有一拼。哎呀，别找他了，坐这儿吧。啊，这肚子真的有一拼。才47天。啊，当时虎妞47天的时候就这么大。这再加上刚才吃了12只鸡。哎，肚子显得更大了。一会儿让你吃虎妞，一会儿全部都是鸡。妈呀！反正不能看见有一个狗吃，要不然的话，他们就不乐意了。你要是都吃的话，都吃到嘴里都没事了。对。等一会儿。但是他们吃的话，就是
吃不了这么多了。嗯，为啥呢？这他这一吃就顶三只狗的量。嗯，一般一只狗有个四五只就够了，他这的好，自己都吃掉了十四只。哎呀，咬打嗝了，打嗝了，一会儿就别让他回这个窝里边，直接上市。以前他待过那个产房里边，行，放那里边，直接去那边吧，适应适应，有产床，咱适应适应，行吗？啊？这本想还让你出去溜达溜达的，这咋出去啊？吃这么多，别出去了，就在这儿吧。你在这里边活动开了之后，咱们就回那个产房里边啊。大家看着这里边有多少只？不要生多了，我希望你最多生十只就行啊，十个奶十只，因为它生产完还不让碰，你说你咋弄？对，就害怕这个。嗯。不是说不让人碰啊，而是你碰完之后，它就跟一个宝贝似的，它直接抱怀里边就不撒开了。对，它是那种的母狗，不像。不是，你看看这一窝，你能不能给它改变过来？我试试呗。试试吧，尽量咱们给它改变过来。嗯。反正它前主人一直都这样说。一直强调，就是强调它生狗的时候，你可别去屋里边抓它小狗，你抓完之后，它就不让小狗吃奶了。嗯，他一直抱着来护着，他生怕你再给他抓走了之后。对，说这个，你要是过去之后不摸没事儿，怎么着都行。嗯，你这摸完了之后，他就当那个宝，往那怀里边一抱，就不让小狗吃东西了。走吧，适应适应怎么样？走不走啊？他在这站会儿。走，我带着你。不搭理他了，我们走行不行？不往那边，往这边来，走。你插上门，插上门。上，哎，这就是你的窝了啊，生宝宝用的窝，听见没？那电视板修改了一下，把那个线弄出去了。新家啊，嗯，来，可以。适应适应，马上的。不要拉里边啊，他还没有在这个产床里生过小狗，就担心他会拉里边。他不拉里边，你忘了他来了前憋个三四天他也不往里边。对对对，拉一下，闻一下这里边有那个金豆跟那两只小狗的味道。要不我再坐着看那会儿。就听声音就行，只要他不咬产床就没问题。嗯嗯啊，行了，接下来就开始等他们三只顺产就行了。嗯，你艾拉不见得能怀上孕，我看她肚子也是，现在就担心了，现在就这个艾拉那肚子没有。嗯，其余的多米和这个妞妞他俩都有了，已经有肚子了，能看出来了。带大家看一下，走，把艾拉给看看有没有。从这个方向哪有肚子呀？没有肚子。艾拉，你有没有啊？你俩姐都有了。我看她的肚子没有。嗯，你要有奶线的吗？有一点，是上一次没回去。还有可能跟金豆一样，走了两三天。哎呀，要么就是配的时间又晚了。对，他肯定晚。嗯，配的时间晚了比较。这两天光照顾这谁了？多米了。嗯，把艾拉给耽误过去了。嗯，看奶线，奶线的话有一点，但是不明显，但是肚子可不起来呀。然后你看我们家多米，多米拉的，多米的肚子是起来了。期待吧，期待这三窝准妈妈看是能生几窝啊？大家猜呢？大家猜能生几窝？哎呀，期待吧！你看这肚子，这就是艾拉的肚子。我没让你少吃啊。跟多少没关系。你看那样。
哎呦妈呀，期待吧。